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好不好？那我们讲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反正你们应该很熟悉啦，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是 R 语言这样子。那 R 语言是其中个，就是程式语言有非常多种，那 R 语言是其中个我自己在用的语言呐。那它主要是拿来做这个资料科学应用，然后还有这个统计分析用的啦。好，那你只要学会一个语言之后，剩下的就会也会学得蛮快的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啦。那首先我们就先安装 R 语言好了，你们电脑应该都还没有安装嘛？对，那我们现在安装一下。你们可以到这个连接，你们现在有打开讲义吗？好，没有打开讲义也没有关系，你就上 Google R 好不好？你上 Google R，等下，你上 Google R 的话，你找到第一个就是了，好不好？第一个就是了。那第一个这里有一个 download R，你就按它一下，download R 这里，好，然后这里选第一个就可以了，OK 吗？然后接着Mac 就 Mac，Window 就 Window，好不好？然后 base 这里有个 base，啊，我们是不是点太快了？Mac 啊，哎对。就第一个就好了，就第一个这个。对，好，那下载下来之后就安装，好不好？Windows 的安装了吗？第一个啊，第一个，我刚点 R 语言，R 下载。对啊，Zero Cloud 那里点下去啊。哦。好，安装啊，Base 好不好？好，那反正就先安装。好，那我们就继续就是下载 RStudio 啊，那到 RStudio 官网可以下载，好不好？那这里下去我们就按 Free 的就好了。可以吗？有找到吗？好，然后就 download 就按吧，就按，然后安装。好，那安装完之后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那个，就是电脑，你应该可以找到一个东西叫 RStudio，你就把它打开，然后界面大概长这样。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下载它其实还剩余1小时。好，那你打开 RStudio 之后，你先按这里，有一个叫右上角有一个叫 New Project。右上角点击，有个叫 New Project，你先点一下。好，然后你就按新的，然后 New Project。你有没有打开？哎，快要4MB。好，然后你这边随便开个名字就好了，有时候就要开 test 好了。还没好，那我们等你一下。好，那你已经开好了，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个界面了。这个界面应该大家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先教你一下，就是左上角有一个这个加号，这个加号一个文件这里，你可以点一下。然后 Ascript 你点开，然后点开以后你会有4个界面。那你在这里可以打语法，比如说一加二、一加一啊、一加二好了。我现在打一加二，highlight and run，它在左下角就会执行出来。那你左上角这个文件，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假如说这是 code，好，那这样子，这个就会有点像记事本这样子啦。那你它这样子打语法比较方便，好不好？那要执行的话，都是 highlight 起来按 run。那如果你想要全部执行的话，你按 source 就可以。可是注意，我们现在直接按 source 的时候，它什么东西都不会出来，对不对？理论上它应该回到3。好，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个 print 这个动作，它才可以出来。好，这样它就会告诉我3了。这样大家懂我意思了啊？就是平常执行语法的时候，我们如果按一加二在 console 这里一加二的话，它直接在 console 这边用一加二的话，它是不需要按 print 也有 print 的效果，可以了解吗？但是问题是，如果说这个你
你在语法里面，你如果没有 print， 它就不会 print 出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好，那这个有一些运算加减乘除，我想就不需要我教了，好不好？那这个是夸虎优先，这个大概也不需要讨论，好不好？那指数运算你们需要用到6上面这一个，6上面这一个这个就是 shift 6，它出来一个那个这个符号，那你就有办法做运算。好，那我们来教你一下，就是在 R 语言里面哦，就是它最重要的东西叫函数。你刚刚 print 把它括号起来，对不对？好，你现在要知道一件事情，假设我打 exp 1，好，这样我按 run， 好，它告诉我 2.7 对吧？一是自然数，你们知道自然数这个东西吗？嗯。OK， 那你打 log， 你们有学过 log 了吗？好 ，log， 举来说 log 3，好 ，log 3它回到 1.09， 那你们发现它的底数是什么？你们感觉出来了？底数是自然数哦，底数不是。它的底数不是10哦，好不好？在高中的课程中，那个 log 底数是10，可是在这里底数是自然数。那我要怎么知道？假如说 log 底数为13，那我要怎么求？有办法做到吗？你们想得到吗？我再重复一次问题哦。我现在 log 这个函数显然是以自然数为底数的一个。这个取 log 对吧？那我现在想要取，我现在就会这个、log 3对吧？那如果我想要取底数为10的3的 log， 那这样子答案是多少？我把它算出来吗？偷看讲义，就逗点，逗点哦，逗后面逗点10，有其他方法吗？好，这是答案没有错。他这样也可以是答案。这是答案啊，这个 log 10为底3。取3，它这样打是没有错的，就是函数里面可以多输出多个多，就可以输入多个参数，然后让它得到答案。这个就是函数，在 R 里面的函数都是用小括号去呈现的，好不好？你只要看到有小括号包起来，那里面都一定是参数。那小括号的外面一定会有一串英文字，那串英文字就是那个函数的名字，好不好？那通常它函数的名字不会乱命啊，它不会命个什么 AAA， AAA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这样可以吧？好，那。你这边有一个重点啊，我刚其实想要请你们做的并不是这件事情啊，我想请你们做的是，其实在写程式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当然是可以输入这个参数，可是这样程式是不是太多，参数是不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它的原先的逻辑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换底公式啊，如果你用 log 3除以 log 10，它应该出来一模一样的答案，因为其实我是把底换成了这个自然数嘛，这可以吧？你们都学过吗？ OK，好，我其实想跟你们讲的是说，其实程式啊是有基本的函数组合起来的，这样懂我意思吧？然后等一下我们今天毕竟是快速入门，所以我不会教你们很详细的什么组合啊。你们发现乘法也可以用加法做起来啊，对不对？你们就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好，那这个这个 SQRT 10，它就是那个。它就是开根号嘛，对不对？好，那开根号除了 SQRT 以外还有什么方法？ 0.5 次方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哦，你们都非常聪明，你都可以接受，好，那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你现在可以接受这件事之后啊，现在最重要的是，它这样就是个计算机嘛，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在除了小括号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之外，我们现在还要再教个符号，就等。等于这个符号很特别啊！你现在看，好，我们现在输入这个，注意一下现在我这个画面哦，你全程关注看好四个画面哦。好，我按一下，我现在打下 x 等于2×3，我按下 Enter 那一瞬间，右上角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x？ 它告诉我是什么 ？x 是12，对吧？好，我现在把看一下 print x， 它告诉我是12，对吧？我如果不按 print， 答案也是一样，都12。好，所以等于有什么效果？你感觉出来吧？把右边的东西丢给左边，那左边这个东西就是凭空出现哦。左边这个东西凭空出现了，对不对？本来是没有 x 的东西的，所以你如果要产生一个新的物件，我们把左边这个 x 叫物件，但是你就是要把右边的东西等于左边。那右边它可以是一串运算符号，它也可以是
x 等于，假如说 sqrt， 好十，好，我现在按下这个 x 是不是就是这个根号十的这个结果？我一样，我再看一下 x， 它是不是就这样？好，所以这样可以理解吧？在 R 里面，第一个我们需要学到的关键是函数用小括号组成，这样可以吧？你小括号没有其他用法了，就是函数，这样可以吧？程式语言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定义好了一个符号，那个符号就永远都是做那件事的，不可能有混用的，这样可以。好，接下来等于这个符号，哎，就是把右边的东西丢给左边，这样可以吗？好，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符号，有时候你在抄别人程式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符号 ，x， 然后这个算左箭号，右往左箭号，这样可以吧？好，这个右往左的箭号就是小于减号，就是小于减号打出来的，你们可以试一下。我按下 Enter 之后，哎，其实 x 又现在又被我指定为10了，这样可以吧？这个符号跟等于是完全相同，百分之百相同，这样可以接受吧？百分之百相同，那你说什么时候用等于，什么时候用这个符号，随便，好不好？只是等于比较直觉啦，所以我教你们是等于，但是你有时候你们会看到别人用这个符号，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继续。好，那这个物件是可以直接运算的哦。比方说，我现在 x， 我现在我现在可以给它除以三好了，它是不是给我一个答案？这样可以吧？我还可以把运算完的结果再给它传给 y， 这样可以了解吧？那我现在又有 y 又有 x 了，这样可以接受吧？你如果忘记你现在有什么，你看右上角你就知道了。现在我有这些东西，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我们现在了解这个应该都不需要特别等嘛，对不对？这个都是马上就会了。OK，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到这里为止，它还是跟电子计算机没什么不一样嘛，对不对？电子计算机也有记忆功能啊，对不对？只是记得多记得少而已嘛。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有敲过电子计算机吗？恐怕没有了，是不是？电子计算机就是那种，就是你们在算数学题目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那种很古老的那个是吧？对，蛮古老的。如果对你们来讲，可能叫很古老的，那种我高中的时候都在用那个，我是在大学的时候都还在用那个算。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再来教一个新的函数，所以我们刚刚教的那些函数其实都不重要了，好不好？好，我们教了一个新的函数叫 c， 这一看就知道是个函数，对吧？为什么？因为它前面有个英文，然后后面有个小括号，小括号里面是参数，这样可以接受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串，我们把它复制贴上，它会发生什么事？好，这一串你发现了什么 ？x 等于 c， 然后12345。那你现在打 x 的时候，你就开始告诉你说，x 就是12345。原来如果我一次 x 里面要放多个元素，我们要用 c 这个函数把它合在一起，这样可以理解吧？那多个元素可以一起运算，比方说三，这个是三次方的意思嘛？每一个元素都分别三次方嘛？这样可以接受啊？可以接受哦。好，那我们这边讲的东西哦，一个东西就是元素嘛，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那一串数字这叫什么？你们学过向量这个 term 吗？向量 vector。嗯，没关系，就是在你们随着学习的过程中，在高中之后某个地方，你们教到向量跟矩阵。向量，你现在只要记住向量，就是这个名字，就是我赋予它的名字了，好不好？叫 vector， v e c t o r。那 vector 就是说这个很多个数字组合在一起，那就是一个 vector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有点像，就是如果国中教什么坐标点。那一个点它可能有好几个，就 x y 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它也可以叫一个向量这样子。好 ，OK， vector。好，那我们 vector 我们知道，所以它其实可以合成同个 vector， 这样可以吧？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x 跟 y， 我们可以一起运算了。我们刚刚一个向量可以单独运算，合在一起也可以分别运算。好，这样子 x 减 y 减 x 就是55645嘛，对不对？这样很明显。那 y x 乘以 y 就是64273250，这个没有问题吧？这应该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觉得蛮简单的吧，对不对？对哦，因为你们都有一些小小的基础了，所以觉得这个东西很简单。好，那我们现在来好好讲一下。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几个重要的元素了，第一个就是函数，好 ，c 那个不是就是小括号加上一个英文，对吧？然后还有等于这两个很重要的符号。那现在之后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然后它可以储存成一个物件，这个很重要。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下 R 里面的物件
格式有几类，总共有那么多类。好，这边有点看得有点混乱，对不对？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它主要有变数、变数层、阵列层跟列表层。所谓的变数层呢，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堆数值，或者是一堆逻辑值，就是 true 跟 false， 一堆整数，一堆文字。好，那我们把那因为它是一维的，它一维的，那一维的就基本上就是向量，所以我们把这一种东西叫做逻辑向量、整数向量、数值向量、文字向量等等，这样懂我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它有很多个不定数目个假如说单词在里面，或者不定数目个数值在里面，这样懂我意思吧？好 ，OK， 那这是一维的、啊，那二维、三维、四维怎么办呢？二维叫矩阵，对吧？二维叫矩阵，或者是你把一个资料表读进来 ，Excel 资料表读进来，等一下我们会示范。哇，那它是二维的嘛，就是 m 乘 n 的一个矩阵，那这个就是阵列。那当然，如果你有三维的话，那个高中没有人教，三维叫张量 ，tensor，T-E-N-S-O-R， 三维也称张量。那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不重要，这就是一个数学符号而已。好，那因为有没有不规则的、欸？就是你这个都是，主要说你三维，那你也是 m 乘 n 乘 k 嘛，对不对？那它里面所有元素都要填满啊，那有没有不规则的？有，那叫列表。我可以说列表里面的第一项是一个向量，列表里面的第二项是一个矩阵，啊，这都可以。好，你只要大致上了解就好了，我们并没有要讲的非常的细节，好不好？好，那我们再教一个函数叫 length 这个函数，这个看英文就觉得它就是问长度，对不对？好，所以如果 x 等于12345，你问它 length x。他回答你5，这个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可以理解了。x 等于12345，那接着我按 length x， 那是不是他回答5是正常的？同样的，我刚刚已经存了 y 对吧？我问 length y， 哎、欸，它也是5，它们的长度就是5，这样可以理解了。length 的要怎么用，应该是可以了解吧？好，它怎么有什么好，它有什么用处，我们之后再讲好不好？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 length 这个函数是在干嘛的。好。啊、接着 array 这个函数可以产生一个阵列。好，我们现在来试一下。我们刚刚讲阵列，你听不太懂。那阵列 x 等于一冒号24，这意思是 x 从1到24。那所以总共它有24个数嘛。那我把它填入一个 array， 这个 array 里面有的 dimension 是3乘2乘4。3乘2乘4，所以填24个数字刚刚好嘛，对不对？好，按下 enter 看一下 a， 你可以看到，哎、欸，在这里。哎，它的第三维的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分别是1234567891011，以此类推，这样可以接受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阵列的呈现方式，这样可以吧？那当然，如果你是矩阵的话，你就只有陈列一层嘛，就是这个样子。好，可以接受啊。你们可以复制贴上，在我一边讲的时候一边复制贴上，看一下这个效果。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先等你们一下，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我们有阵列，我们已经会了，对不对？那我们不知道阵列的大小是什么。如果说你从外面读一个东西进来，我们不知道阵列大小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 DIM 就是 dimension 的缩写。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R 语言里面那个函数的名字都是非常容易了解，就是基本上就是英文或者是英文缩写，对不对？好 ，dimension a 它就会回到324，因为它是3乘2乘4，这样可以吧？那我打 length， 哎，我 length 刚刚不是对向量的吗？为什么矩阵那个阵列有长度？好，它就是总数嘛，总共有几个元素，所以 length 其实是要回答它说总共有几个元素的，这样可以了解吧 ？OK，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好，那 l list 这个函数可以产生一个列表。那我刚刚是不是有个 x 是什么？一到24，对吧？那 a 是什么？一个阵列，对吧？这两个本来是没办法合并的，那它们长度、它们的形状什么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我用 list 把它合并在一起，我们看一下，哎，这个 l 它里面有两个东西哦，哎，有没有注意到双中括号？双中括号的第一项它里面有一到24，它的第二项里面有，哎，这个就是本来这个阵列。这样可以吧？
所以列表还有一个东西叫列表，这样可以好。好，那列表你现在知道说，哎、欸，其实我里面还可以叫的，我列表里面有个放东西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试着说，那我一次存了24个元素在里面，如果我想要叫出其中的某一个元素，那我要怎么叫？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个东西，叫索引。好，索引，注意在 R 里面，中括号就是索引函数。我们现在来想一下，我们到底学了什么？小括号就是函数嘛，对不对？啊，函数有好几个。那个，反正我们这边跳的非常快的函数，就是你不需要记起来的，反正就是用不到嘛，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啊，函数通常都是想要用的时候再去找，说有这个功能的函数到底是什么，好不好？这样懂我意思吧？那因为你们现在初学嘛，你们面对的东西一定有范例 code， 你只要知道，哎、欸，它就是个函数，那你去体验一下它的效果，比方说用这个函数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一定都是某一个物件它等于那个函数，然后右边一堆东西，那你只要把那个物件 print 出来，你大概就能够猜出那个函数在做什么。这样懂我意思吧 ？OK， 那中括号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有时候你叫出来的东西非常复杂，你想要看它里面的某一个元素，那你怎么叫呢？来 ，x 三，哎，它是不是就出来三？好，这样不会感动啊。我们 x 等于六到十好了，这样我们的 x 是不是六到十？那我们现在按 x 三，那就我们这样就可以看到 x 里面的第三项，这样可以接受哦。那这里非常特别哦，这里还可以这样三，我先用 C 把三跟五合在一起，告诉我说我要 X 的第三跟第五个位置，我按下 Enter， 出现八跟十，这样没有问题吧？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我们打负一，他给我七八九十，什么意思？第一项不要，负的就是第几项不要，那负跟正可不可以混在一起？那答案当然是不行啊，没有这种事啊。这样呢，要么就是全正，要么就全负。全正就是代表说，我想要正面表列，我要这几个数。那负的意思就是负面表列，这几个数。所以你们当初在看那些语法，有一些什么负几什么的嘛，哦，那其实就是我在选东西啦。这样懂我意思哦？好，接着我们来看正列要怎么选。来，刚刚这个 x 它是一维的嘛，对不对？那个正列三维的正列，我要怎么选东西呢？来看着哦，我需要用中括号，然后用逗点把它隔开。好，如果它是三维的，那我当然就要，我要告诉它，我要第三个 row， 第一个 column， 第二个这个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了，好不好 ？row column 最后一个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好，那总之就是我要三一二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回来对三一二在哪里？我们先看最后二在这里，对吧？好，三一，所以在这里对吧？九可以接受吗？所以我们打上这个，我们要出来是九这个数字。好，那如果你不打呢？不打不代表你可以这样打，你不可以这样打，你还是得给他两个括号，两个逗点。你只是说这里我不选，我不选，那我只选三，那我出来是什么？哎，三，那不就是三六跟三有关的，是三六九十二十四十五十八二一二四嘛，对不对？好，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出来了？这样可以接受吧？可以接受哦，都知道我在做什么哦。我在筛选某一个特定条件，我在下特定条件下去给它嘛。好，所以我们最后在我们最后再教一个这个，就是列表。列表就是用双中括号啦，因为该用都用完啦、啊，你中括号放数字是向量嘛，对不对？那阵列因为它有多个维度，所以我用逗点去分隔它。那列表没有了，那怎么办？我就用双中括号，这样可以吧 ？L 里面的第一项是这个东西，第二项是这个。好，那 L 里面的第二项我再来三一二。好，我可以索引加索引哦，把某一个东西不断的往下拆，拆到东西出来为止。这样可以接受，知道我的意思哦？可以吗 ？OK。啊，这些我想都不需要特别，就是特别贴啦，这个贴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啊，这样懂我意思吗？因为你们就很清楚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y 等于六七九八十，对吧？好，那 y 七等于三乘以五，哎，第七 y 的没有第七个元素啊，所以这样的做法之后，哎，他就强迫 y 的第七个元素进来了。
那第六，可是第六个元素我没有告诉他是什么，所以他要告诉你哦，第六个元素是 NA， 我不知道第六个元素是什么，但是他有第六个元素，不然怎么会有第七个元素？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理解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如果原先这个位置已经有元素了，就要三，第三个元素是九嘛，对不对？我现在强迫第三个元素变成负一，我再看一次 y， 哎，它是不是被我取代掉？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我的这个等号，它其实威力其实非常强啊。我只要左边指定的物件指定的位置，它就是可以把右边的东西丢到左边来，只要它的形状是符合的啊。举例说，好，可是问题是，我三一对负一对吧？那如果我给它两个数呢，一二，它就会告诉我 error， 好不好？他就会只替换，他告诉我 warning 就是他还是有执行，只是执行的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样嘛。哎，二没有填上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只有一个位置可以填啊。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好不好？那甚至我 y 三等于 a 是一个阵列嘛，对不对？根本就填不进去啊，这样可以接受哦。那他只能够填 a 里面的第一个数，那刚好是一，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嗯，好 ，OK。那你也可以这样操作。就是，因为一加二等于三，这样可以吧？好，四乘五等于，好，故意是四好了，这样给你看一下效果。好，按下 Enter， 本来是，注意哦，本来 Y 是六七一八十十五，对吧？好，这样子我打下指令之后，三会变什么？三会变十三，对吧？可以接受吧？那四会变什么？是当前的四跟当前的五乘起来，所以取代，然后再丢回八十。它不会再做一次哦，就是右边全部做完运算结果之后，它才会传给左边。所以出现这种看似有循环的结构，其实它并不会有影响。这样懂我意思吗？哎，就是这个被换成八十。那同样的东西，我如果再做一次，这个就变八百了，因为又做了一次嘛。这样可以接受哦。好。所以这个中括号这里就了解了吧？就是我们现在学到了什么？小括号是什么？函数，中括号，所以，对吧？等号，哎，右边丢到左边，没有左边丢右边这种东西哦，就是全部都是右边丢左边，这样可以接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们有学过什么叫费波那奇数列吗？就是一跟一开始，然后第三个数开始就是前面两个数相加。好，一一，然后第二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相，第三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相加，所以是二。然后第四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相加，所以是三。没关系，没有学过没有关系啦，你只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数，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定义成费波那契数列，那它可以延伸到无限多列，对不对？好，现在我问你们一下，那个费波那契数列的第二十项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妈的，你就一项项加嘛，对不对？我想这事情很适合交给电脑做，可是要怎么让电脑做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把它贴在上面哦。来 ，y 等于 cee， 所以我现在执行了这一行以后，我的 y 是不是 ee？ 这可以接受吧？好，那接着我这一行在说什么 ？y 的第三个数 ，y 现在有没有第三个数？没有，但是没有关系嘛，它等于 y 的第一个数加第二个数，可以接受吧？玩一下 run， 哎，是不是出现2了？好，接着呢，下一行是什么？第四个数等于第二个数加第三个数，再按 run， 哎，是不是第四个数出来了？好，再来第五个数，是不是出来了？第六个数、第七个数，好 ，run y， 一，哎，是不是七个数都有？这样可以接受吗？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哎，其实这个就是它，其实就是。就是它其实可以透过索引，然后一个一个去把它加上去。这个听起来好像现在没什么用。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用啊？好，你有没有注？我们先啊，在我们做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好了。好，我们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一次要换三个数字？有点麻烦。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样子。我们先另一个东西 ，i 等于i 等于一好了 ，i 等于一。好 ，i 等于一，那我现在看这一行，三等于 i 加二，对不对？可以接受吗 ？i 等于一，我现在先令 i 等于一 ，i 是一个刚刚新创造的物件，它就只有元素就是一，这样可以吧？
那我如果想要把这个换成跟 I 有关、跟 I 联动的话，这边是不是 I 加二可以接受吗？啊，这里呢 I 本人嘛，对不对？这里呢 I 加一可以接受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接着我们如果把 I 等于二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发现，哎，这里的是不是跟上面就完全一样？因为它是有循环结构，看得出来吧 ？OK 吧？我直接这样贴下来，我就等于取代完，我就取代掉这一行喽，这样可以接受吧？哎，我现在全部执行到尾，从头执行到尾一遍，哎，它的答案还是一模一样，对吧？所以你发现了什么？哎，其实有一种很快的方法，我可以增加这个数列，也就是我多复制几次，然后二、三、四、五、六。好，这样是不是我很快就可以知道第二十项是多少？可以吧？我就只要一直换这个 i 就好了。这样我是不是只要改一个数字？嗯，好，那你知道这件事之后啊，它其实还有更方便的，for 小括号大括号，这个是回圈的标准格式 ，for 小括号大括号。哎，这个小括号其实意思就是 for 的这个函数，我输入要输入的参数。好，这个。for 这个函数就是一个回，它是一个回圈，那它后面可以指定 i in 1到20，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大括号这些指令，我 i 等于1执行一次，然后接着我就 i 等于2再执行一次 ，i 等于3再执行一次 ，i 等于4再执行一次，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一行要重复的，我把它放到这里来？好，这样懂我意思吧？好，那所以大括号是什么意思？大括号就是我要把一堆程式码包在一起，就是大括号。好，你以后出现在大括号，不见得是回圈的后面的。If else, if 发生什么事情，后面可以是一个大括号。就是我有一堆程式码要合在一起的时候，要放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这边只有一行了，但我后面有一堆程式码要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用大括号把它合在一起。这样懂我意思？好，我们现在全部执行一次。这一项是第二十二项，对吧？第二十项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20执行到最后应该20加2嘛，所以第22项这样可以了。哎，透过这种方式，我是不是很方便的？我想要第30项都不会很慢了，对不对？嗯，可以接受吧？知道它的逻辑了吗？嗯，这个没有那么难写嘛，对不对？嗯，好，所以你们用看的应该都可以，应该都可以了解吧？嗯，可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它的原理就是我刚刚讲这个样子。就是 i 等于1到 i 等于20依序，就是我同样一行我一直做，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有一些大量重复的事情我要做，我必须把它共同的变音把它提出来，然后我把固定的部分把它留着，那这样子的话电脑就可以帮助我们大量的去执行，这样懂我的意思吧？好，可以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再来看这个实验好了。这个是Students 等于小华、小明、小王，然后 score 等于180、70。好，这一个 students 是小华、小明、小王，总共有三个元素，这三个都是文字，对吧？好 ，scores 180、70。好，这个三个都是分数，对吧？我现在想要说小华100分，小明80分，小王70分。那我要怎么做嘞？哎，我最简单的做法是，我们先看一下 pest 这个函数。Pest 这个函数，它就是把很多东西合在一起。假如说，我现在要AB， 我这边随便打哦。好，我这边不要打这个好了。好，一个，好，它是两个被我贴在一起的。Pest 这个函数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把两串文字贴在一起。这样懂我意思吧？把两串文字贴在一起。好，那这两串文字我可以把。其中一串文字换成 student 第一个 student 啊，第一个 student， 这样可以吧？那这样就会小华一堆数字，对吧？那一样的分数也可以，分数也可以嘛，对不对？小华100，可以吧？那当然你可以加一点料啊，小华的考试成绩是100。好，这样可以吧？小华的考试成绩为100分，好，这样没有问题。好，那你可以把一换成 i 啊，这个 i 是不是就是可以跟着跑的部分？然后你把这一串放到回圈里面，那哎，你按 source， 它是不是就会出来三串？那当然，我现在只有三个人了。那如果我有100个人的时候，这样是不是非常方便？
我可以马上把我想要讲话全部都放出来，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都没有问题吗？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回圈还可以做什么神奇的事情。来，这个我们假如说我们想要制定不定长度的斐波那契数列，假如说因为我不知道 A 跟 B， 这个它原本长的是这个样子嘛，我们来看一下。好 ，i 引1到 20， 然后 x 等于 11， 然后 x， 好，原本它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就斐波那契数列嘛，这个可以吧？那可是如果我想要很方便的话，我可以先这样 ，a 等于一，啊 ，b 等于一，然后 step 等于20，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一换成 a？ 这个一换成 b？然后这个20换 step， 那这样我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答案，这个可以接受吧？我只是把本来写在这里的数字把它拉上去，然后用个变数取代它而已嘛，对吧？这样可以理解我意思。可是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以后要写一堆程式的时候，我以后要改的就在上面，这样懂我意思吧？要改的就在上面，这很简单嘛，对不对？好，那这样写还不只有这个好处哦，就是要改在上面以外，我还可以把它包成一个函数。这样以后我叫它就非常方便。好，你看着我怎么叫它，来，斐波那契。好，看着我已经写成这样子了之后，斐波那契等于 function。好，这个 function 是我制定的函数 a、b、step。好，那大括号我把这些放在里面。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产生了一个新的函数叫斐波那契。它里面的参数是 a、b 跟 step， 那人家输入 a、b、step 之后，它就会进行一轮运算，之后把 x2 给我，这样懂我意思吧？好，看着哦，我现在 source run 这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 function 斐波那契，可以吧？好，斐波那契，来，我们来输入一下1 20，这是不是跟刚刚一模一样？可以接受啊 ？Enter， 是不是出来了？然后我把20改30。是不是就变30个？我觉得1跟1开始有点，我不是很喜欢，我喜欢5跟2开始。就出现52开头的斐波那契数列了，这样可以接受？知道我在做什么？好，就是我把一个东西把它包成了一个函数，所以到此为止，你应该就可以知道，所以在 R 语言里面，其实那个函数就是是这样组合起来。好，我今天如果要设计一个 sqrt 开根号的函数，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写？我来 s， 我故意用大写好不好？因为小写 sqrt 内建函数就用不到。sqrt 等于 function x， 然后进去输入进去里面之后就 x 的 0.5 次方，对吧？可以接受吗？好，那我们现在 sqrt 10，它是不是出来？50、就是根号50嘛，这样可以接受。知道为什么这样可行吗？就是所以所有的 R 语言里面的所有函数都是透过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只是内建函数可能已经有非常多，就是可能人家已经写好了一两百个或者是几百个给你用，这样懂我意思啊？那你要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基础的就是四则运算那些弄起来的，这样可以吧？它基本功能其实非常的少，程式语言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去学的就是怎么样像堆积木那样，从这个小东，就是明明我们手上就只有这个圆锹，然后石头什么的，你就可以盖一栋大楼出来。那你要知道大楼哪一个部分需要什么工序，需要什么，还能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程式语言。这样懂我意思哦？有问题吗？没有，都没有问题。OK， 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四节我们要做什么。第四节我们现在要读 data 进来。我们刚刚都在做基础操作，我们现在要读 data 进来。这个 data 是这个鸢尾花卉数据集。那这个数据集啊，是里面等一下我们读进来之后再跟大家讲这里面是什么，好不好？好，这个你就要亲手操作了，请按这里下载这份资料。好，你按了以后它应该会在桌面或什么的，你就把它放到桌面。
好，然后放到桌面了以后啊，你要注意，我再下载一次好了，我们直接放到你刚刚这个，就是你刚刚的 RStudio 的 project 下面来。我们先看一下 RStudio project， 你的 RStudio project 在哪里？你的 RStudio project， 你应该通常就是在你这边会有指定，你刚开 new project 的时候，这边会指定。这边会指定放在这里，放在这里。那这个蚯蚓的符号代表是我的文件下面，所以我现在指定的位置是我的文件下面的 R project 的里面的 test。好，注意你现在看右下角，右下角现在这个 R project 里面的 test 下面只有 test 跟 code 两个元件，两个东西，对不对？两个档案。好，接着我先按下载，我们来试试看哦。好 ，OK， 文件。然后这边是不是 R project？ 嗯 ，R project， 然后里面的 test， 好，我把它放进来。我按下储存那一瞬间，哎，你看到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 IRS 点 CSV？ 好，我们先做这一步好不好？来，好，那我们在右下角看到这个 IRS 的档案之后，我们就可以读它了。那它的路径啊，它的路径就是相对路径。好，我们 IRS 等于 read IRS。好，这样子，我把它放在上面。好，注意，你如果已经哦，我如果打 data 的话，代表里面要有 data 的资料夹。那我如果没有打的话，就这样，我这样就可以把 IIS 这个资料读进来，好不好？这个没有问题啊。你如果在这里已经看到它了，你就直接打它的档名就可以了。好，假如说这样，我就把它读进来了。好，现在我已经读进来一个叫 IIS 的物件了，右边有显示出 IIS 这个物件嘛，对不对？那我要怎么看这份资料长什么样子呢？你可以用head 这个函数 ，head IIS 代表我要看这个档案的前六列，前六个 row，、这样可以接受吗？他说找不到，因为你不是放在 data 下面啊。我刚刚不是说，如果你已经看到它了，就请你不要打 data 哦。OK 啦，那如果你想要打 data， 你就是开一个资料夹，这边有个 data， 你把它丢进去，你把它丢进去，丢到 data 里面。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我打 data 就可以把它读进来了。好，这样可以吧？啊，打 head 看一下它。好，那你读进来之后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先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啦，看先看这两行。好 ，IIS 显然是这里面有四个数字，对不对？花瓣长度、花瓣宽度、花萼长，花萼长度、花萼宽度、花瓣长度、花瓣宽度，然后跟这个，这个是它的种类，这个种类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前面这里，这里，好，就是总共有三种花，这三个花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鸢尾花，它下面的三个芽属，这三个芽属啊，分别就是长得就是不太一样，这样子。那当然用眼睛看很简单啊。可是你要怎么用数字去分类它呢？而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就是数值标准的话，这三个当然看起来看的就差很多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啊，对不对？我们不能你多看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总要说一个吧，假如说这个花瓣长度大概介于多少多少，花瓣宽度介于到多少，所以它去收集了，收集了150个样本，分别就是三个三个，50个50个50个，然后去量它的花萼宽度、花萼长度，然后花瓣长度、花萼宽度、花瓣宽度，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现在啊，可以先用 x 跟 y， 就是我们把 IIS 里面的第一个 column 把它提取出来，变 x， 这样可以吧？这一行意思就是把 IIS 的第一个 column 提取出来变 x 嘛，然后第二个 column 提取出来变 y 嘛，这样可以接受吧？我一边在执行的时候，你们可以一边做啊。好，那我现在有了 x， 对不对？我现在按 x， 我把它 print 出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150个数字，这样可以吧？好 ，y 有150个数字，那就是150个这个 column one 跟150个 column two， 这样可以接受啊？好，那有了这个以后，来我们可以用 plot 这个函数 ，plot 又是一个函数啊。好 ，plot xy xlab 等于这个，然后 ylab 等于这个。我们按下 run， 你看到右下角它是不是出现了？它是不是出现了一张图？
啊，注意哦，那你刚说你刚刚那个 fire 那个跑哪里？这边好几个分页，这边好几个分页 ，fire 还是在这里，只是我们现在，因为你刚刚下了画图指令嘛，我们现在想看看你的图，你的图在这里，这样可以接受吧？你们一定要把图画出来，好不好？不就是你们如果没有把图画出来的话，不会有感动的感觉。OK， 非常好，你画出来吗？好，看到了，画出来了。OK， 那我们继续。好，那我们来开始分析，来记住这个结果。来，好，我们已经有 x 跟 y 了，对不对？来，这边又有一个函数 lm 就是 linear model，linear model 就是 linear regression。好，来注意看它的符号哦 ，y 小老鼠，y 蚯蚓 x， 那这个就是用 x 来预测 y， 这样懂我意思？用 x 来预测 y， 然后等于到 model 里面嘛，对不对 ？OK。我按一下 run， 好 ，model print 出来之后，你发现了什么？他说截距等于 3.4， x 就是斜率嘛，对不对？斜率等于负 0.06， 所以这里如果要建立一条回归线的话，它的回归线的截距跟斜率我就知道了，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接受。好，好，记住这个结果之后，我们要分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到它了。好不好？好，那你这样看起来读档案看起来不是很难嘛，对不对？那我们再读个档案进来，啊，这个档案在这里，你要按这里下载，按了，然后一样存在刚刚那个地方。你们主要是我存在 data 之下，好，这是 MNIST， 好，你先下载，下载完之后存在一样的地方，然后一样把它读进来。下载完之后，先跟我讲。我们等一下，我们在下载完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动作，才有办法把它读进来。好，当你发现你的 files 这里哦，我是放在 这个 files 里面的 data 里面的这个 MIST 的，所以它的档名必须是 data 里面的 MIST。如果你不是放在 data 这个资料夹的话，你要把 data 删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到上面有一行字叫 library data 点 table？ 这个意思是我们要载入 data 点 table 这个套件。这是一个套件哦，你只要看到 R 函数里面有 library 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载入一个套件，你知道吗？可是问题是你这台电脑哪有灌什么套件，对不对？嗯、你我们都是新的电脑啊，来，你这边有五个分页，对不对？这边又有个分页叫 packages， 对吧？点 packages 这里，你是不是看到了那个 install？ 好，安装，来你自己打 data 点 table， 好，安装。好，等它跑完，那等它跑完之后，这个就可以执行了。你再执行它，等它跑完就再执行，好不好？嗯，就是你要包括 library 一起执行哦。我有 warning， warning 你不用管它啦，反正就是，你就 library， 然后你就全部执行，你看有没有办法执行进来了。好，你这样就是已经读进来了。嗯，那你读进来了吗？没有，你根本没有执行啊！哦、你只是安装网 library 啊，你要读取那个 MIST 这个档案啊，好不好？好，你读进来了之后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只知道你用了两个函数，一个是 fread， 这个 fread 显然是 data table 里面的函数。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这个函数里面的内容物有什么，你可以用问号 data fread 问号 fread， 你可以看到右边是不是又有一个分页叫 help， 你就看到它细节的参数了。这个可以了解吧？那这个我们先不管了。那我们先看他的描述。他说 ，fast and friendly fire 的这个就是，反正他就是读得很快，这样懂我的意思吧？他读的速度非常快。你同样的档案，你用 read 点 csv， 他读的速度大概是他的大概要花20倍的时间，好不好？所以我们需要用套件，这样可以理解啊？可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它读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变成一个 matrix， 这样可以吧？这个 matrix 我们先看一下，因为 这是一个大档案，里面有，你看这里，他说里面有大概3000多万个元素，这个我们如果把它 print 出来，他妈我们眼睛，我们还没看完眼睛就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遇到这种 data， 我们不可能去看它，这样懂我意思吧？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了解它？你认为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还记不记得刚刚有函数叫 dim dimension？ 这样可以吧 ？Dimension MIST Enter，
他告诉我们就是什么42000乘以785，这是一个 matrix， 这样可以接受吧？试一下 DIM MNIST 可以吗？好，那我们继续。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这份资料，我直接跟你们讲，这份资料本来是长什么样？它784是28乘28加1。那它这个里面，它的第一个 column， 它的第一个 column 是描述它现在是数字几。好，我们现在来把第一个 column 把它打开了。MIST 里面的第一个 column， 好，但是为了避免那个悲剧啊，我们现在按个 head 好不好？不然这样子，哎。你会发现第一个数字是1，第二个数字是0，第三个数字是1，第四个数字是400。好，你现在对这个不会有任何感动，就是你只知道它有一些数字嘛，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来，我们把第一个数字负1，我这样叫出来是什么？第一负1这样是什么？第一个 row， 但是它总共有785个数字，对不对？然后我不要第一个数字，我按下 enter。它出来，你看到它什么？它出来是不是有？它是不是出来有 pixel 0 pixel 1，然后一直到 pixel 738？嗯，可以接受吧？嗯，可以吗？你也出来吗？你那个 data 这里要先删掉。好，这也不用跑，不好意思。好，那你说这些东西是什么嘞？来，我现在跟你们讲哦，这个东西零啊，零就是一个。这个0就是你把0想成黑色，然后255就是白色。我跟你们讲，所有你们已经接触到的图像都是这么被描述的。假如说你们看到 JPEG 档案，只是说电脑看到这样一堆，它就会呈现出适当的颜色给你。好，那我问你一下，那刚刚我讲的是黑白，对不对？那请问一下红那个我们看到不是彩色的世界吗？那彩色的世界是怎么描述的？好，不同。哎，对对对，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不同 pixel 啊，你们知道 pixel 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像素哦，嗯 ，pixel 是像素，所以是第一个像素的值是什么？可是这个值只是描述从黑色到白色，这样懂我意思？一个值只能描述黑色到白色，那三个值就可以描述任意颜色了。为什么？第一个值描述红的程度，第二个值描述绿的程度，第三个值描述蓝的程度，这样可以理解吧？可以哦。为什么只有三个颜色？是不是你当然知道三原色，但为什么只有三原色？好，那个混着搞叫 RGB， 混着搞。好，你们的理解都是这样。我跟你们讲实际的原因啊，实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眼就只有三种视觉，就是视锥状细胞，我们就只能感受三个特定波长的颜色，三个特定波长的这个电磁波。那他们被这些电磁波刺激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就是就会有红色的反应，这个绿色的反应跟蓝色的反应，所以太阳光因为是全波长的进来，这全部都会刺激到，所以是白色，这样懂吗？嗯。那可是如果我们在电脑要显示给你看的时候，它实际上没有办法模拟全波长或什么的，你懂我意思吗？反正我只放这三个波长跟放全波长，你看起来是一样的，你根本看不出来差别。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你要知道，电脑在显示给你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现在把一个，我们以现在这幅景象把它照起来，实际上你就只记录下它的这个红色的波长大概强度是多少，然后绿色波长强度多少，蓝色波长强度是多少。你家的狗看到的照片跟食物可能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们的视觉细胞不一样，接受的波长不一样。这样懂我意思吧？你看你现在。照了一张相，然后你把这张相给狗看，你看是完全一样，他可能会觉得这三小，这样懂我意思吧？颜色完全就不一样，这样可以吼。好，所以这是我们人眼的问题，但是对我们来讲，反正就这个样子，反正我们人眼就只能接受这个嘛。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呢。我们现在刚刚已经知道说，我们第一个 column 不要，剩下就是28×28嘛，对不对？来，我们现在把x 等于 MMIST， 然后我逗点负一，就是我只留下。我们现在在看 dimension x， 它是42000乘以784，这样可以接受吗？可以吧？好，那接着我用 t 这个函数把它做一个转置 ，t 这个函数就是矩阵的转置。
就是我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我本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阵列，我本来这样一个阵列，我把它转这样转过来，45度角对角把它转过来，这样可以接受吧？我按下 Enter 之后，我再看是 X 的 dimension， 它是不是变784×4200？可以接受吧？好，然后我强迫 dimension X， 你看 dimension X 等于28×28×1×。DIM MNIST 的第一项，那这个第一项就是这个就是4200嘛，对不对？这是原始的4200，所以它会变成28×28×1×42000，这样可以接受吧？好，我们再看是 dimension X， 好，你先确定你的 X 的 dimension 变这个样子，快点。好，那我看你们都 dimension 都已经出来嘛，好，现在看关键的令人感动的一刻，我们看 X， 然后。它总共是四维阵列，所以我需要三个逗点去描述它，对不对？然后我拿出第一个数字，好，我这样打，好，你直接按 Enter， 你应该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你有发现零是黑色嘛，对不对？你有发现你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它大概就是一这个数字啊？你看得出来吗？它是一个斜放的一，这是一个手写的数字。这是一个手写的数字，这样懂我意思吧？这是一个斜放一。那我们把刚刚第一个数字改第二个数字好不好？你看，再拿第二个数字看一下，这是几？这好像是零吧？嗯，这看起来像零吧？感觉出来吗？我看不到它，它要怎么让它看全貌？那你没有，你就是萤幕放大一点看全貌啊，好不好？你要自己感觉，你不可以，你现在这样看当然是很难看啊。我们当然有更好的呈现方式，我只是想先让你看原始数据。这样懂我意思吧？你再打一次，来第二个数，那我们打第三个数看看，第三个数是什么？第三个数看起来是一啊，好吧？你看第四，你告诉我第四个数是什么？你告诉我第五个数是什么？好不好？第五个还是零啊？好啊，你第四个数是什么？是哦，是好，来我们来看答案，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y 等于 mmist， 然后第一列，第一个 column， 第一个 column， 好，我们来看一下，哎 ，y 的第四个数，刚第四个数是谁教的？他说是你嘛，对不对？是，没有错。第五个数是零，哎，可以吧？哦，所以你现在发现什么事？原来我们这个档案读进来之后，透过我们这样的拆法，它其实是有一堆手写数字。跟这个 y 就是告诉我那是数字几，你懂我意思吧？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把图像呈现出来，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把图像呈现出来，我们需要在 library open image r， 然后 image show， 然后 x， 然后这个逗点这边25，这就是把第25个数字呈现出来，好不好？来，那完成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再去 package？然后下载 Open Image 啊，可以接受吗？是，请你做这个动作。好，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Library Open Image 啊，然后 Image Show， 你应该就可以在右边看到了。看一下，那当然它好像又没有转制了，对吧？好，你。但你要转制它也不会很难、啊、反正你就用 T， 你就 image show 里面之前，我们先用 T 把它转制吧。我们先取出第25个数之后，先转制在 image show， 这样看出来就是2了。这样可以接受吗？再试一下第30个数 7，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y 的第30个数是不是 7？ 哎，是，这样可以接受吗？可以吧？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再做一次哦 ，image show。第37个数字 ,3, 好 ,y,373, 好，试一下好不好？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啊。好，我们继续，那你已经可以显示数字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接着我们要学什么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刚刚图像被转了90度哦，所以我刚刚已经说我们可以用转制函数 T 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问题是这样很麻烦，我每次显示数字的时候都要转制嘛，对不对？我有没有可能把每
用回圈把所有的图都把它转掉。哎，可以啊，来看着。好，你看哦，本来我们如果 i 等于1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xi 然后把它转置之后再填回本来的 xi， 这样可以吧？看得懂这串回圈吗？嗯，那这一串 我后面放个 dimension x 的第四维，因为这是它总共，我就是要让它做第四个维度了，第四个维度不动了，对不对？第四个维度以外的东西我都要把它转了之后再填回去，这样可以接受吧？好，那我把它全部执行之后，那现在我按 image show 应该就会很快了，我就不需要转置了，因为我全部都转完了嘛，这样可以接受吧？好， 137， 好，大概可以出现7 537 2，这样可以吧？嗯，你按 enter， 你没有按 enter 啊？我要到 image show 这个。对，但是问题是你就不需要转置了，现在转置反而是错的哦。是，我知道。对，少一个小话 ，Enter， 换一个数字了，换一个数字。好，这样可以吧？啊，再换一个数字啊，零，因为零有没有转置你感觉不出来啊。好，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这样可以哈。好，那我们那个这个，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更难。那刚刚那个是读一个 CSV 档，那个是 CSV 档，是我定义的嘛，对不对？我们一般网路上随便下载一个图像跟什么 JPEG 之类的嘛，对不对？好，来，请你按这里又有个摄影下载，好不好？这里下载，然后一样放到那个就是放到那个 test 里面，就是放到你的物件里面。好，它应该是一个压缩档，按这里下载。在这里 ，file 这里，你应该会看到 test 这里有一个压缩档，这样懂我意思吗？请你解压缩，解压缩完了之后，就在那个资料夹里面解压缩。你说我下载到这里，你要我解压缩？解压缩？就直接解压缩？你不会解压缩吗？压缩档干嘛？你们如果解压缩完了之后，你们应该可以在 test 这里看到个 dog vs cat， 好不好？看到了吗？好，点进去。好，点进去应该有很多张图，可以看到，点啊。好，那再点。好，那你就是有两层嘛，对不对？那你就只有一层。好，接着你就可以读档了，来看着。好，来，这样把它读进来。好，那像你是有两层的，你就要看着，你是有两层的，你就要 dog vs cat 两层，因为你这样才这个资料夹里面，这个资料夹里面的 cat 1，这样可以吧？好，那你应该是直接复制就可以了。嗯，哦，好，读进来，好，猫是不是显示出来了？嗯，好，这样可以吧？所以在 R 里面语言里面要读进一只猫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好，看着这个 img 这个东西，你已经读进来了，对啊，按 dimension 看看， 280乘以300乘以3。这个乘三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它描述红、绿、蓝三个颜色，然后分别是零到二五，这样可以吧？嗯，好。不过这个矩阵，如果我们直接把它 print 出来，我现在你们不要按这件事，因为这个非常吃电脑效能，因为这个数字很多嘛，对不对？按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似乎没有零到二五啊，因为这个是零到一，它变成用一来描述全红这样子啊。这两种描述方式都可以啊。好不好？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反正就可以用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你可以读了吧？都读进来了，对不对？啊，你换只狗可不可以？应该不会很难吧？可以吧？换只狗，你就把 cat one 改 dog one 嘛，好不好？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看到一只傻狗。好，那你现在知道说，哎，那我跟你们讲，我们今天就是也不是说今天啦，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好不好？那我们这个课上完之后，等下一节课就是要上，我们要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先做猫狗辨识啊，就是你可以分猫猫跟狗狗这样子，好不好？啊，这些就是我们要的 data。那这么多 data， 我们要先读得进来，这样可以对吧？啊，我们会回圈嘛，对不对？我们刚教了那么多有的没的，为什么要回圈？为什么用阵列？我因为
这个每一张图啊，你看一下它每一张图。我们再看这张 image， 刚刚是300乘280乘以3，对吧？现在是499乘以327乘以3，那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简单合并，对吧？可以理解我意思吗？好，那怎么办呢？这个也不会太难了，好不好？来，我们有一个函数叫 resize image， 我们把每一张图都 resize 成224乘224。你们说224是什么神奇的数字啊？哎，这个反正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反正到时候我要教给你们神经网络，就是吃224乘224乘3就可以，这样懂我意思吧？那你说那个神经网络为什么要设计的那个样子？哦，那这太难了，你们现在暂时不需要学，好不好？那你们那你们只要知道以后如果我有一个新的图片，我想要做什么分析，我就先用这个函数 resize image， 把它 resize 成224乘224。我管它的，就 resize image img， 这个是个物件嘛，对不对？我指定我的 row 跟我的 column 都是224224 method 的 bilinear， 那我就可以把它 resize。resize 完的 dimension 就是，你看 resize image 的 dimension， 它就被我 resize 完了，这样可以接受啊？你一样 image show， image show resize image， 你看到这只狗是不是被拉宽了？嗯。你试一下好不好 ？Image show resize the image。好，你看到拉宽的狗，你就知道这个方法有什么限制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的图像，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啊，这个你照的，就是你每一次照的照片角度都，就是你收集的照片如果角度都不是很标准，那你都用 resize 这个函数，那有些人就会变胖，有些人就会变瘦。这可以了解吧？可所以说这个它是有，但是如果你不弄成固定的形状，你就没办法分析，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好不好？你现在了解，但是我们现在那些我们先不要管那么多了，好不好？先能分析再说嘛，好不好？反正那个到时候如果说你们是想要分类什么胸部 X 光片，那个应该每一张的比例不会差太多吧？这样可以了解吧？或者我可以固定啊，我说我就一定要几层几的，对不对？我们在照相的时候就都用同只手机，这样就可以了嘛，好不好？好，当然 X 光是不能用手机照的，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设备去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个函数有哪些功能调整？你可以用 help 或者用问号，好不好？那我们就不试了，好不好？好，接着我们可以用读取全部的影像，我们怎么读取？来看着 cat image 等于 array 0。Dimension 24乘24乘3乘100，为什么？因为我们100张嘛，这样可以了解吧？好，我现在执行这一行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的 Dimension， 它里面现在都填0了啊，它填多少不重要，反正等一下我们一张张把它填掉，这样可以理解吧？好 ，For i 从1到100，然后我每一次执行一次就是 read image， 然后 past dog vs cat 里面的第 i 张，嗯，这样可以理解吧？然后 JPEG 我把它读进来之后，先 resize 再填进这个 cat image， 这样可以吗？好，执行哦。注意那个路径哦，路径要改对哦。你应该是不用改路径，你应该要多加一个 dogs vs cat， 这样可以吧？好，把它读啊，读，执行啊，执行啊。你有在执行了吗？有。好，执行完了之后，如果你要秀出一张图片，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这样就很快了。因为 cat image 这是一个 array 嘛，对不对？它是24乘24乘3乘100。那我如果要第25张，我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抓出来了？这样可以吧？嗯。那如果我要第37张，好，这一只，第38张，好，多换几只猫给我们看好不好？试一下。好，那我们狗的话我就不重复了，好不好？狗我就不想做了，好不好？但是你要知道狗就是这样，那狗我就不放了，好不好？那这里如果你把狗也读进来了之后，下面这里你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大阵列，然后把狗跟猫分别填进来，这个应该我很可以理解吧，好不好？这里我就不做了，好不好？就因为这个非常简单嘛，你应该用看的你都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后面跟这里就没关系了，所以我们就不做了，嗯，好吧，可以吧？好，那你好不容易你读了这个东西，你可以用 save 这个函数把这么一个东西读进来。那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做狗嘛，对不对？
你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 cat image 是不是一个120MB 的一个东西，很吓人对吧？而且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再把它做出来。好，你可能觉得就三秒而已，然后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可是之后如果你读一万张，欸，那是不是就要一些时间了，对不对？好，我们要把这个答案存出去的话，你要按 save 这个函数， save cat image， 然后 file 等于，好，这个就随便我们打，假如说 abc.rdata， 注意它的副档名一定要是 .rdata， 副档名一定是要 .rdata， R 是大写， R 跟 D 要大写。好，按下 save 之后，你会看到在 file 这里，你回到你的主页，你应该会看到一个 abc.rdata， 好不好？根据你打的档名会不一样。好，存出去了以后，我们做一个事情，你在这里，我们按清空，因为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档案清空啊。按完以后，这里是不是干净的？这里是不是干净的？这样可以吧？嗯，按啊，先清空啊，不要害怕，就按 yes 好不好？然后这里，因为我们刚刚有存出去了，对不对？你现在点它，再按 yes， 它就读回来了。这样，你说点？点就是点那个 abc 那个档案啊，这个。不是，你直接点它，点它的字。嗯。点它的字，按一下 yes， 它就读回来了。嗯，好不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用指令来打，就是那你怎么打指令？就是 load， 我再把它清空一次，好不好？清空。那我刚刚叫 abc.rdata， 好，它一样可以把它读回来。好，所以你要知道 save 跟 load 这个函数的组合。就如果你算了一件事，你算了很久，你想要把结果暂存下来，你想要把那个物件暂存下来，你用 save 跟 load 这个函数，这样懂我意思吧？你们之后在做那个机器学、那个资料科学实验的时候，有一些那个 model 跑了半天，我想要把它存下来，用 save 把它存出去，这样可以了解吧？嗯。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继续。不过每一种物件的这个就是储存格式不太一样嘛，大部分我们都会用 RData 来解决，好不好？好，那我们来，那我们现在要今天最重要的事情要今天这边用完就可以了，好不好？用完我们就明天继续。好，来，首先请你再下载一个套件，这个套件，请你照着我的步骤做哦，我们现在跟前面都没有关系的哦。你现在可以把这个关掉了。好，这个 RStudio， 好，我们先在这边 package 这里 install 一个套件叫 Shining。 好，你就按 yes 就对了，这个要下载很多很多有的没的，就先 package install Shining yes。 你 Mac 是好的，来 Window 要看这里哦，你要上网下载一个东西叫，这里你打一个东西叫 RTools install， 然后你找来这个 using RTools， 然后你这里找一个，我找一下，不然 RTools， 这里反正你就找这个。Window， 你是 Window 的档案嘛，对不对？你就下载，然后安装完之后，你才可以下载那个套件，好不好？那个 Shining 这个套件需要用到 RTools 这个工具 ，Window 才要哦 ，Mac 的不用。好，现在的过程很关键哦，你 Shining 已经装好了，对不对？请你到 File 这里，先开一个资料夹，直接开一个资料夹，我们就叫 My App 好了，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就叫 My App。好，然后。你点进 My App 里面，它应该是空的，可以吗？你会不会开啊？然后接着来左上角是不是有这个开新文件？左上角开新文件，看着哦，点按加号 ，RScript， 好，直接按储存，现在是空的，我知道，直接按储存，存到刚刚那个你新开的资料夹里面，第一个档案叫 UI， 然后你应该看到一个 UI 点啊，然后是空的。等一下，我要再。好，重复刚刚的步骤，再开一个档案，然后再存到刚刚那个地方，然后这次叫 server， 所以你必须要有两个档案。好，两个档案都开好了之后，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讲义。好，回到我们的讲义之后啊，来这里是有一大串程式嘛，这边有一大串程式嘛，直接复制贴到 UI 这个档案，然后按储存 UI。储存好，然后刚刚这里下一页
是 server， 你把它全部复制贴上到这里 server 储存。有前几个呢都关掉了，其他先关掉没有关系，不关不关都无所谓，好不好？好。如果你都存好了之后，你会看到，你有没有发现语法？平常语法的右边是 source 对吧？现在的右上角是 run app， 请你按下去。它应该出来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左右摇晃。好，那我想这个我这边想展示的，只是告诉你们说，你们以后我们之后，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写一个程式，对吧？我们最后写的就是这样一个 UI 的语法加上一个 server 的语法，那这样它就可以组合成一个这个网页，好不好 ？UI 负责去描述你的界面，用屁股想知道 UI 什么意思，对不对 ？Server 负责去描述 UI 怎么样去处理 server 那个使用者的需求，这样懂我意思？好，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东西，不要再看那个东西了，那没什么好看的。好，完成了 APP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逻辑。把这边讲完之后，今天就差不多了，好不好？来 ，UI 给定使用者一个它的逻辑运作流程这个样子哦。在 UI 给定使用者一个参数，就是你那只控制棒嘛，对不对？使用者指定一个数字之后，丢到 server 进行一阵运算之后，把结果呈现回 UI。所以 UI 是负责去给使用者看的，然后去了解 input 有什么 ，output 有什么，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 server 是就是在接 UI 的东西，然后出来也是给 UI， 这样可以哈，可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刚刚你贴的 UI 的程式码长成这个样子。好，这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关键，你要知道。第一个是在这里，这个显然是一个函数嘛，对不对 ？Shining UI， 这是不是一个描述 UI 的函数 ？Page with sidebar， 这意思是你要出来的界面是有一个左边有 sidebar 的。右边是一个图像，这样可以吧？好，然后这里有三个元件，来 header panel， 然后里面 hello shining， hello shining， 如果你改一下字，比方说像这个样子，我们把 hello shining 改成 hello 这个，比方说 hello chin 好了 ，chin lin， 我们按 reload app select save， 然后把它关掉 ，stop 再 run。它是不是就变 Hello Chainlink 了？可以吧？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吧？我只是改一下它的标题而已，这个可以了解吧？好，那接着你看到 Sidebar Panel 这里有个 Slider Input， 这里它是什么 ？OBS 是第一个元素，就是使用者输入的这个东西，它到时候会输入个数字进去 Server 叫 OBS， 这样可以理解吧？进去 Server 叫 OBS， 这里是给使用者看的文字。给使用者看的描述的文字，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的字 ，number of observations。好，这边显然就是最小值是多少，最大值是多少，当前的 value 是多少，让使用者去调。你可以把这个1000改成，比方说500，然后 value 改成200。好了，再 reload 一次 ，reload 的时候先按 stop， 再按 run。好，是不是数字变成我想要的东西了？这样可以接受啊？好，这个我们试一下好不好？你必须要有点感动啊。好，我们继续。好，那接着我们要讲说这个 plot output 这边是不是有个 displot？ 所以你非常清楚啊，这个 slider 它是后面是接 input， 对不对？那这个 plot 后面接 output。好，当然了，这个这边到时候会有很多种 input， 可是这个因为你们不需要学那么多啦，你如果要学网页 AP， 那可能要上一系列的课，对不对？那个。你才会知道有哪些控制元件可以加，然后可以怎么排版啊什么，这个有点复杂，好不好？这个我们跳过。那总之就是我们要 input， 我们的 server 就是接一个 OBS 的 input， 这是一个数值，这样可以接受吧？然后输出一个 displot 这个，然后以 plot 的形式的 output， 这样可以吧？所以 server 就是用这个，然后接这个，吃这个，吐这个，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接着我们到我们的 server， 你看到、哦。Server 的前半段是不是也是非常简单 ？Shining server 这显然也是一个函数嘛。然后 function input output 大括号要改的也只有这里，以后你们要改的也只有这里。看一下，来 output 前号 displot 这个 displot 有点熟，对不对？这是不是前面外面的那个图输出的图？哎，为什么是先描述这个？哎，还记得 R 元的逻辑吗？等号是右边丢到左边，所以我要先打 output。我要先打被指，就是被 assign 那个物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它 output 里面的 display 等于 random plot， 然后呢 input 的 OBS 它先做 RNRI 这个函数是只要 RNRI 100它就会产生100个数字，然后1000就会产生1000个数字，这1000个数字丢到 dist 这个物件里面之后，丢到 dist 这个物件里面以后，然后玩 hist dist， 好，这个就是我呈现出来的图，对不对？然后它其实就是把这个你给定一个数字之后，然后我把这个图丢出去给你，这样懂我意思吧？这个 Shining 的这个 APP 它就是这么的简单，这可以了解了吧？好，那我觉得基本上今天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好不好？那你大概已经了解了，我觉得你可能回去，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复习或什么的，好不好？但总之你要了解这全部的过程，好不好？那大概就这个样子。